沈夜，我苦心经营的十数年，尽毁于你手。今日这份大礼，该是我陆某还你的。你谁啊？无耻！哼！<笑> 有花堪折直须折，既然长乐郡主如此和拓跋兄的意，不如立刻进宫，向东宫请旨。哎，令背后如此强硬，万一东宫不允，如何是好？哎，如今夷谷兵势正强，可谓是如日中天，而大魏的皇帝又有心避战，他若不同意。 你何妨不以兵戎相见要先？拓跋兄放心，你求的不过是一桩婚事，与大魏百姓的安危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还怕高低不能立见吗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。 长乐郡主刘伶，人品贵重，贤淑守礼，素食大体，聪慧敏捷，端庄淑睿，敬慎居心，九世恭维，幸资慧心，率礼不悦，身位振心，今封为安和公主，择日配与拓跋烈为妻，钦此。 安和公主，接旨吧。